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3号，不知不觉我们游戏已经来到了第10天啊。我们今天是早上10点钟开了一个这个11区，大家可以进啊，先进这个一区。我们就想一想这个应龙那个新出的这个圣灵殿，我们考虑抽一下。另外就是说这个雪莲殿加战力啊，还得要看这个雪莲殿的一个东西。雪莲殿我们看一下，还有个168，昨天35抽，觉得这个35抽买完这个加战力加的还是蛮多的，但是这35抽抽完啊、哦、这35抽抽完有80个助灵液，这个可以加很多战力啊。来，我们搞一下，来支付一下。轩辕跟蚩尤哪个好？我们感觉蚩尤会更强一些，但是对我来说轩辕更好一些，因为我经常需要用到9天的作为狗粮，对吧，把它养大了然后再宰了杀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来，小龙，这个你之前给我搞了吗？早上，哇，早上也帮我搞了， nice 啊。昨天晚上12点。好，来，小龙，这是许愿，我许3次，你许3次啊，反正你都没有保底，1次2次3次，10个碎片，来来来一个，哎呀，啥都没有，到小龙了。待会我们就去抽这个应龙啊。2，哎，2个灵液，这今天运气比较差呀。贵还把我超了吧，是吧？好好好，那挺好的，大家继续努力啊。然后我们这里还差，有个免费的次数，来一发，这个能抽出50个碎片吗？这奖励预览，我看一下这个概率，50个碎片，这 也太假了吧。来，我们多少个保底啊？没有保底是吧？正好没有保底，比较难受啊，啥都没有。我想抽一个这个，但没有保底，而且今天碎片给的非常少，我好难受啊。今天我看一下，就是500抽给一个2星的，这没啥用；600抽给一个这个，700抽给一个这个没啥用；800抽给一个这个没有用，就900抽才有这个轩辕碎片，需要花好多好多这个钻啊。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真没有这个必要。右边这儿我们其实也没有少买啊，已经买很多了。那这个活动感觉就这样吧，他。还有一次许愿，有单抽保底啊。今天就准备抽这个圣灵殿的这个应龙，看看，就凭咱龙哥的这个实力啊，保底能不能出？这是其一，其二不保底能不能出？对吧？我们黑了2天，然后昨天欧了一下，然后看今天能不能继续欧，是吧？然后这边应龙可以先领取。怎么办？这么多，13个就多吗？小龙，你这么不挑了？但没单。右边的不太好买，除了这个68，别的都不划算。都3个彩了。3个彩儿是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他一下，让他一下。人家3彩还不止，人家3个彩2，这有点太过分了。卡了啊，这刚好快速站一下，升一级，好，直接领取，又是1000多仙玉，这再搞了吧，把这个首领给打了。还得是伯哥啊，伯哥好强啊，我根本比不过他。没充值，来领取一下。这都是今天这个素材，你看，我觉得斗罗要是像这样，每天都可以领光光光光光，还有这个声音特效就好了，还什么终身卡、至尊卡、超值，进一大堆语境。我擦！来，我看一下，终身卡对吧？这些东西也有，又领11个蛋和一堆东西，奇奇怪怪的，哎呀，好多啊！然后背包，哇，这直接可以开，哎，我们先直接开2个，对吧？出了猴子，哎，没有，出了一个，这个9天还行，这不是猴子。好，你出了一个飞廉，还行啊。待会儿我们再去升一下神器吧，这个神器其实还可以再升。神器，今天有这个，哎呀，只有强化，强化的话还是给他升吗？还是给轩剑升吧？剑，一剑升一下。小说都一样的，好像是差不多。好，这个可以，就给一个升到100级。哦，这样子啊，100级还解锁。这个是攻击属性的，这个就给他怼了升吧，东皇钟的，一剑助灵。18，好，18个住了，加了3万，马上啊，400万战力达成啊！稍等，这儿这个是激活的，升星的好像也没有了，这个升级我都懒得升。天盘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又可以升一级，加个4000、5000啊！果然，祝福，先不够了，这个可以用10次的，我们今天就只有6次。上线呢？对，没有到上线，是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异兽图腾这个是可以给他升一下的，先给光明系升一下，加1300，加3800，还可以啊，再加3800，行的。这些其实不升也罢，我感觉。升吧，这是打种族打是给的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哎，这有点卡，操作过快，其实已经升完了的。这个还差一点，他正在升啊，但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升这个东西他不加这个战力，因为我们上阵的是只有光和暗，升他的话是没有东西的，是这么回事。这样的吗？对，他刚没有这个加战力的这个声音。奇遇一剑完成，金娘不要，
我两个稀有，我传说，他卡了，哇、哦，连着三个传说，这很强啊！好，再进入下一张。啊，他是要求到97级，今天又到不了了，今天这个两级就会把我们卡的死死的。我们赶紧先升到100级，博哥就干不过我们了。求内符号是吧？我也想要啊！过几天皇帝可以免费置换公案十七阶，啊？皇帝可以免费置换是公案十七阶？要置换成孙悟空再还原，他给不给孙悟空啊？肯定可以吧？能置换成孙悟空吗？之类的？他们说他们用啥？我看他们发的还没有。哦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十八阶的这个烛龙，这游戏最高就是十八阶的，十八阶是我们大后期这个阵容。看他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氪金抽奖吧。让各位久等了，先把这个红点领一下，稍微十天登录啊，这个哎又是十抽，来一人五抽，给一个轩辕剑，哎呀，这个太难受了。但是这里我们可能过两天要把这个积分召唤搞出来，它这个活动应该是你看还有四天十一小时，至少我们还要再搞一个保底啊。限时活动，这儿奇遇达人领取陨石的碎片，这奇遇只要做就有，这很简单，十三星这个达成不了。超值礼包每日特惠啊，先买一个好吧。纯粹是为了这个蛋去抽奖的，为什么不更新九周视频啊？昨天更新了一个好长的视频呢，我每天都在更新，今天还没有更新，等一等吧，各位先等一等。这催命的又来了，我的天哪，我亏欠大家亏欠太多了，我感觉。好，看这才给两个五星的这个碎片，有啥用嘛？太惨了，这里可以免费孵化一下。才68个蛋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怎么才68个蛋？这连喝水的意义都没有了呀！完了，我们现在。被卡住了，还抽吧，先抽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抽那个，好吧？这个也不看皇帝了，皇帝不皇帝，对吧？还这必出一个大奖，这个不是。我看到有人在这抽到，同时抽到这个两个时期，一个是六耳猕猴，一个是皇帝，对呀、啊，还是很强的。好，必出，回，吉运当头，旋风，你再来吧。啊呀，没出来，还剩13次出这个幸运大奖。你来一个，猴子，点到了，点到了，没有，哎，地藏，谁是娘了？没娘，哇，地藏直接出来了，我地藏，我们现在是需要两个去给他升十星啊，现在有一个了，这个很好，地藏就很棒，很需要，哇，小龙你真的牛掰，剩余十三次抽这个心愿，这心愿都不重要了，你知道吗？但这个坐骑，这是个坐骑，哦，这坐骑加那么多，那一人来十抽吧，我来十抽，然后他来个保底，对吧？我来个保底出猴子。猴子不可能，好没了，然后这个坐骑可以领了，哎，神兽可以兑换的呀，这个坐骑可以都不接战力啊，我们就可以去兑换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还有个这个每日特惠，45块钱买18个蛋，加一些材料，这个买蛋其实血亏，钻给的挺多的，给的这些材料其实也有一定的作用，但是作用不大，不是那么的大，这个其实不买也行啊，各位，还得是我龙哥，我就觉得啥子要不。把运气赌在这里，刚才应该，冲这个45就不用花这个钻了，这钻我们现在花的特别的快，对吧？这个45买一下，每日特惠。接下来我们就去抽这个硬龙，对吧？我是不指望自己了，还得要是这个龙哥，龙哥，今天我们估计只有100抽。点一下小龙，点一下小龙。然后这个应该游戏更新了，游戏更新的这盲盒我们看一下，昨天有一次，你看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个盲盒进度了。今天我们冲了200。红色的是应该是个垃圾。他们说老板说的是多少 K 的和黄金的话可以卖几百块钱的。哦、好这个东西盲盒记录啊、有了。进了张红的话我估计就是个黄铜。这个225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盲盒是在这儿、啊、还差多少就可以到这个盲盒了。我们就是每天要搞一个这个盲盒就行了。然后今天抽这个硬龙这个很重要。硬龙的话这边就是往前面买，先往前面那个买光啊，对吧？这波操作666、嗯，博哥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彩二啊？因为他这全部充满的，每次都拉满，对，还得是我博哥才是啊，真的大佬，像我旺头都是假的，我们不需要有面子，对吧？我们是乞丐型，人家是土豪，我们是乞丐，不能笑得太开心了。好，然后再来个30，哎，这个钱我是现在是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花的钱还是挺多的，比斗罗来说，斗罗有折扣。我们在这边充两个68，那边可以充5个，甚至6个68了，5个吧，差不多。所以这个游戏我是觉得，以我的实力来说啊，比不了脖子哥，还是少搞一点。
这个是没有折扣吗？有一些变相的折扣。哎，今天这盲盒什么时候能出一个370币？我可馋了，我觉得是时候该出了呀。就他今天出了个章，他说我要把这个章找老板兑换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如果是不是黄金的话，我这么明显有两个章了吗？那个章是那个大佬的呀。啊，他也有吗？对吧？然后这儿98的。哎呀，这个是啥啊？这是开启后我这个没啥用。我觉得这个蛋都比那个几率高。这个蛋我说我五抽我可能抽个二三十次就有一个特别想要的。但是这个东西是废的。这个五星圣青天天开天天都不出，开十个都不出一个。你说圣青的吗？对啊。那你还吃我的和尚？你昨天为什么要吃我的和尚？你就解释一下。因为和尚看着这肉多是吧？你这想啃人家头皮吗？这看确实得劲，主要是这个你看小奖不断，每天都可以搞。斗罗日冲几万都没有这个爽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抽的其实给的次数挺多的，我看我今天冲多少了，冲了813，再冲两个其实就够了，还算了吧。就是我觉得我就1000拉满，这哎呀继续支付吧。主要是待会儿还要再冲一点点，好烦啊！我看一下，今天就冲到这儿，然后我们冲了多少钱了？这个最初重新看一下，981啊，待会儿再买个20块钱的东西就够了。然后这个明天想想，明天两个328，两个168其实就可以了啊，对吧？每天活动都有，然后之后再来俩648，我觉得完美啊。84抽，还差了14抽呀，14抽，这15抽再来一个168，只能这样了。我们试一下，要相信龙哥的实力是吧？五哥超我，因为他拉的太狂了。人家开跑车的啊，我们开骑电毛驴的，这能比吗？这比不了啊！哈哈，好的，小龙，99抽，我们怎么说呢？这个保底不算，那只能一个人5抽，一个人4抽了。我开头5抽，你后面4抽，好吧？后面容易出好的东西，对吧？我多抽一次啊。小龙说可以，来，应龙给我出来一下，谢谢。一个50抽吗？你最后那个不是呀？最后那个保底怎么能算呢？对吧？再来。哎呀，第二下也不行呀，哎，就给个这垃圾。第三下，小龙，半杯水，这不得安排一下？我的天，刚没出半杯水，三分之一，怎么可能三分之一？是大家都不答应的，这是保底啊，保底还没算，各位，我这儿69，我还有20抽。应龙啊，是吧？这个也还行啊，再出一个应龙，我们的应龙就可以升星了。应龙是需要两个的。哎呀，没了。几两？我跟我不要抽了吧，这不可能出两次啊！我觉得也不可能，所以你可能抽慢点。我两个五星的，这个还行，对吧？这个狗粮还是挺好的。又三个，四个。哇，1234，哇，四个狗粮，我龙哥好强啊！哎，老哥，老板来，我最后一次，你怎么最后是这个吧？老板要抱紧。老板，不是，就是保底。我来问一下，直接点，确定？好，哇，出来应龙了。很好，多么牛逼啊！非常好，有50的概率对保底，但保底有可能是别的，它有50概率出这个应龙，可以了。我们今天这个应龙可以升级了，对的。老板有什么指示，请讲。指示没有，只是那天看你拉朋友圈呢。哦，朋友圈，在等你了。哦，在等我干啥？吃饭是吧？啊，朋友圈、羊排啥的。啊，这不得安排一下？好的好的。然后在哪里吃的？在酒店自助。哎，老板酒店自助啊？对，陆吴这个一般，这三个也一起开了吧？啊。好，罗汉吉良，没有啥玩意。这还有个混沌传说，这个也很好的，时机也不行。那要不老板还是不如龙哥啊，这个也一般。酒店哪的四川就这底下的四川，对，六楼，2点多就没了呀。啊，我们都吃晚饭，我们一天就吃一顿饭的，这哪能和老板比？老板一日三餐。你搞我的，说这话，心拔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带老板去吃没关系，反正每次带老板去吃，老板都是付钱的。关键下午都被回去了呀。哦，下午回去了。要不咱们就这样，播到这里，马上，先吃晚饭。等一会儿，等十几分钟，我们播到12点半吧，老板，给个面子，好吧，给个面子，给谁有个面子？那还是，不然今天这个，我自己去了，吃播吧，也可以。好，这个古神秘宝，看一下，这边这个今天昨天这个装备升星材料都不够了，今天有1亿的这个材料了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给它升一下。多宝这个东西不就是昨天想激活的？每获得一件橙色装备，全体吸收加这个，哎呀，应该先开它的，然后再开刚才那些装备就好了。尴尬了，对吧？这问题
不大不大，这加的战力很少，花钱的这个问题不大啊。是我投总又不差钱啊，差的是很多钱是吧？对不对？五毛钱一块钱，这个确实不差，对吧？嗯、啊，这陈装没有没关系啊，快速战力拉满，这个碎片可以激活了。老板来了，我不是不在献殷勤吗？这你都看不出来，这眼神也太差了。老板最后两个试一下就没了。哎，有陆无罗汉，没有没有出好。走了，好。然后封魔塔这个等等，我们先去升星啊。来，小龙给应龙升一下星。你直接升可以升，直接可以升吗？九星异兽是谁？一个姑娘，是罗汉啊。罗汉其实十五资质可以再留一手，玄武其实没啥作用。罗汉多啊，也行，升星。哎，我这里不是有一个吗？没有了，被吃完了，就是被你升上去了。来，升星，升一个。你看罗汉下面全是，这要好多呀，这不吃两个陆无。再来两个什么？我找找啊。啊哈，你看，等下又要点路。朱刚烈。又要点路。这为什么？这游戏。你看，又点了，又点旁边那两个。哦，不小心点到了。对啊，点到就又要重新点。哦，是这样子。神兽灵是可以兑换的，但时间兑换一个没有用，除非兑换这个地藏。兑换地藏。猴子吗？不是应该拆两个猴子？哦，这样子。我们拆两个猴子。就是，但是差一地藏只差一个。猴子拆两个。明白，明白。来，我们给他升一个星啊。九星罗汉，六星脊梁，两个应龙，今天运气极好，非常好。哇，加三万二，哇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吧？这个可以再升级了。应龙现在205，升上去其实不想升，先给这个升上去啊。每天升个五六级，特别难受。希望大家下载一下右下角小铃铛，然后神兽令可以考虑换，但是，我现在在想啊，明天干脆我明天买两个68的应龙吧。那个比较划算，只能一个，两个68就两个呀，那能买两个的啊。那个全天电子，全天电子每一个，全天电能买两个的啊。你看这里哦，限购一次。对啊，限购一次，所以你在神行店才能买两个。啊，知道了，这限购一次。这里领一个，领一个，领一个。然后，其实现在就可以买。我看今天充多少了？1149。我觉得明天再搞。这游戏我们打算长期玩的。如果提前把卡都升到财富了，就没有东西了，各位啊。哎，成就抽卡里面可以选吗？成就抽卡抽到150次有一个应龙。再抽50次就有一个应龙。明天我们抽一下，然后再搞个648直接买，就又是两个应龙，就又可以升一级。但是你没有那个材料。250就是这个，有那材料，有。有吗？升猴子试完了吗？那后面又得到了一些。来，这边强化一下，这就加不了多少战力，加个3000。现在这个战力你看今天没什么活动，加的就很少。哎，你以后说一下，博哥他是多少战力了？380多，他为什么可以看得到啊？战力那么实在，为什么我们比他高那么多？他充的钱他比我们多，去哪了？不知道啊。他就是啊，战力是比较实在，我们战力是比较虚啊，一定是这么个原因。来，攻速不攻击没有速度啊？你看这速度就全部乱升啊，这是确实。升一当狗粮，然后一键添加。重铸的话，小龙昨天重铸了一个非常牛掰的东西，这个、给大家看一下，找一找。这个就这个，这个是给应龙加的，一个是高级闪避。一个是高级驱散，然后上面速度是108，速度是金的，下面两个技能也是金的，挺好的。哎，驱散的话，一龙是群体。嗯，然后这边这个孵化的一次免费次数搞一下，那咱18次再来，来一人10次啊。你个五星都没有，到龙哥了，这不是五星吗？哦，果然有五星，两个五星，那有五星啊，两个五星哦，还得是龙哥啊，这游戏又排第二。哎呀，他这游戏就是，如果你充钱你就舒服，不充钱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做的。但是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，叶思年啊，虎子衣服，这是我们衣服的这个干弟，他 VIP 零，一毛钱没有抽，但是他这个戏，你看穷这个是麒麟，这个是什么？饕餮是吧？然后这个是朱雀，啊，这个是食欲的两个，这个是蚩尤，还有抽到一个这个猴子，他是有很多个时期，这个一个两个，这个其实算好几个。饕餮也是时期，饕餮也是时期，对，一个两个三个。然后呢，这个16资质的，这个呢算是抽了九星，是要有三张卡，这个也是17的，对吧？嗯，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，它有六张17资质的，零氪十天，差不多两天都能抽一个17资质的。所以各位，你们是怎么玩的？你们玩的还没有一个 VIP 零的厉害，对吧？但是它战力不高，它战力就只有60万。皇帝好还是魔神好？魔神用的多，皇帝没什么太大用，没有抽。这个人很会玩，大家可以向他多学习一下。去打一下博哥。啊，什么打博哥？他们都叫抽卡啊。这儿我们这还有每个24次。哎，这个你又可以换一个。这儿好像不能换。马上抽完就可以换了呀，55。哦，抽完刚好55，又可以换。
那今天换个猴子呗，是吧？猴子缺15个那东西吗？嗯，有有有，来，我先抽一次，然后你再抽一次。等下把皇帝吃了吧，皇帝吃不吃到时候看吧。我们今天这个运气估计已经用完了。没有，还有一个，交给小龙。猴子当中，我路差了一点，看到黄金动物了，但是不对，猴子踩三，差了，把这差了，等一下看看出不出。啊，你干嘛？我抽，你别管，好吧？好，你要提前揭晓答案，那不行的。完了完了，各位，今天运气不行了，来切换一下。切回。哎呀，两个事情。哎呀，这猴子咱买少了。真没。来，各位，咱就买个猴子，然后再去这个什么商店再去兑换一个。在前面活动。活动集市吗？啊，果然。限购一。好，两个猴子来了，刚刚猴子各位。前面够不够？先开一个。开了，开两个猴子。我喊你来开两个，我开后面那个，两个一起。对，真和九灵元圣，两个猴子一起开。这二好，很强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猴子这个材料够不够深啊？先去看一下。15个，哎呀，这差了5个啊！猴子现在是够了，各位。啊、但是这个材料我以为是够了的，是第几天还是会有这个材料？各位，没有，哪里可以有？充值5000有，还有别的也有，我找找。哎，六十八有玄天令礼包，这个有，我这每日的，我看30块钱给十抽，3块钱一抽，这个很划算呀。我们是168给30抽，好像这个划算的要命啊。如果要是抽那个的话，玄天令我还花钻石干嘛？我充这个很划算啊。我现在有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，我擦，这个很烦人。哎呀，可以拆散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战力比脖子哥高啊？就是因为我们会找东西去搞，对吧？他不会搞对吧？这个他每天都买满的啊，他是所有的每日都买满，他只买这个，啊、只买这个啊。脖子哥那也是很会玩游戏啊，我怎么没？我以为这个每日限购的东西都很坑。感谢各位的这个下载啊，你们的下载是我们这个这个充值的最大的动力。然后这儿还有一个，这样的话，小龙每人又是15抽，虽然抽不出好的东西，但是保底好像可以啊，也好像也到了。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复制两个出来。啊，我们有个大奖，嗯，那个大奖留着，以后再搞。不，每天都有，他不每天自己涨的，涨满了只涨200，他只涨到200。不懂不懂，每月限购。各位，这个东西充值有，不需要累充5000也有。但是很亏啊。啊，是很亏，因为别的地方也有，我记得是有的。那脖子哥他为什么能有那么多彩啊？就离了大谱了。在那里面啊，活动里面玄天店里面有啊。玄天店是有，我看一看。圣灵店是吗？就圣灵店。就是森林店里面有玄天店，这儿还早呢。森林店里面有，好像礼包里面成就吧，对，400抽，会有，每次都有抽400，每次都。哎呀，果然是土豪，我们比不过他。这里其实想买的有很多，这个应龙68直接买其实不怎么亏，但就是节目效果就要差一些。然后这边这些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，我们这猴子只能干瞪着眼了呀，各位。补天石对，可以使用换成那个抽奖，因为他们200就上线了，每天自己加，每到有时间他自己加一点，每到时间加一点。我们是每天都可以复制吗？对啊。啊，复制能量消耗，复制能量消耗减免提升至10%。哇！那谁吸引你先是使用，把它这个能量使用了，它能量会自动加。你别花费啊，使用就行了。当前能量值。哦，177，它最多加到200。哦，每天是可以复制这玩意儿的。你复制这个，我感觉这个更好，这圣殿令更贵。但是你复制不了250，你最多到200，它不加了。也对，我们只能复制个这个圣殿令。你得升星，你除非升星以后，它就增加。这东西怎么升星？需要20个造化石。造化石在哪的呀？没有。这个活动就是每天干，把这个干一干。哇，这还有这样的东西，这样的设定很奇怪。现在我们这个活跃的好友其实也不多了，剩这么多。然后盖盖也不努力了，现在就是博哥，我们干脆啊就不要比博哥强，我们就比他弱一些没关系，毕竟我这个钱包受不了啊，我是觉得老板收了资助一半也不够呀，一般一天充2000也要花1000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充钱充太多了一点，闪点上线 boss， 然后就是把那个 boss 一打，然后这东西就有了，各位这游戏还是没有那么不干的，这个还是有时候还是要干一下的，不干没有乐趣你知道吧。好，现在东西就没有了，想升的想抽的都没有了，玄天店最后每人15抽啊，这10个岁月都出不来。小龙，你这应龙的半瓶水，你先喝呀。我不是喝了一点吗？哎呀 ，nice。我
昨天剩的半瓶，一口一口，嗯，真的没点，这半瓶我刚喝了一点，昨天剩的半瓶。哎，好，嗯，就小龙也学会偷奸耍滑了，是吧？这个保底的话差了一点点。哎，这孵化两次就可以了呀，再孵化一次。好，保底，你来兑换一个。保底，这不算啊，这不算啊。这是阴龙吗？旋风，可惜喽，来再抽。能不能抽十个碎片我就喝水啊。这不十五个吗？好，打一下脖子是吧，试试看啊。这不十五个吗？没有，再来啊。还有吗？好，啥都没有。这助理也加的真的是虚战，脖子哥以后肯定是能超过我们的。我们最后再来挑战一下脖子哥，对吧？这边满满次数，下面可以直接打脖哥，下面那个还好。不是去返回返回再返回，这个里面可以直接打脖哥，不跟你讲啊。第一啊，他把我们打下来了，我们第二了。我原本我们是第一，他第二的。嗯，这里可以直接打。我们直接打吧，各位。来，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升，除了一个硬龙升了一星，但是没啥太大作用，你知道吧？也没达到控制。对，没有控制上。免伤提升 ，nice。我擦，我被封印了，我的这个穷奇。但是加血还是可以加的，命中降低，好，加血加上来 ，nice。地藏要是再猛一点，这个血就回满了。我的地藏不够给力，猴子上，地龙再控制驱散伤害分摊，没控制到。为什么他控制我控制那么爽，我控制他控制那么难受？哇死了 ，nice！ 啊，他没怎么打死 ，nice！ 暴自提升，暴伤提升，没啥作用。他又复活雄奇，现在就打，使劲打，打完雄奇再把这个地藏什么给秒了。好，这个高级神佑，哇，他高级神佑复活的。把应龙给杀了，他给我搞了一个这个禁疗，穷奇身上搞，哇，应龙直接一巴掌打死，那不是一棍子吗？一巴，对，一棍子打死，我给他穷奇一个禁疗 ，nice， 他穷奇上面你看有个加号，有个圈画起来了，被禁疗了，他的动作中没有控到我，啊，开应龙，我感觉他没了呀，开穷奇来，直接秒两个，哇，他又是高级神佑，假的吧？他们穷奇抓，哎，他为啥不抓穷奇，他去抓西河去了？对呀、啊。你好烦啊！对，控制一下，控一下，控制到了哦，又、哦、刚封了一下，又立马解封。这西河很强的，我终于杀死了，这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我的天，我的应龙别死啊！好，哎呀，禁疗上了一个地藏 ，nice！ 应龙虽然被固住了，但是给他血量加了一下，穷奇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应龙又出来了，穷奇当然可以了，哇，两个连杀两个，哇，三个，好，我们还是满血，三个啊，怎么打的是神圈盖盖呀？我以为是打脖哥，我刚点的是脖子哥。难道哥哥把脖哥打了吗？应该不至于那么巧。我刚真的点的是脖哥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看的是脖哥呀，可以再去打脖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第一来也可以反过来打。好。待会儿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最后排名是第几，就知道我们打的是有没有打对。好。哎呀，我就说这个第二啊。嗯，我们是第二，刚才点错了吧？你看，小龙看着我手点博哥，然后现在是对的，各位。看到一龙，哎，成功登顶，排位赛第一名。看一龙打后面五个人，后面五个人一起打。哇，五个人一起打，因为他阵容中下面还冰冻三个。哇，一龙有个冰冻效果。哇，这个被控的好惨啊，直接把他干到半血。我又上一个这个禁疗，他这个穷奇废了呀。你看没？后面全部冻住了，一龙被冻住了。对我们这阵容好强，我们这个阵型很强啊。它是有个效果，那个有个回应效果是什么？海哥不可能有猴子的，那么惨吗？再来，控制住，他是穷奇，反正血量加不起来，贼气。这个禁疗是个神技啊，就只有穷奇才有这禁疗。我擦，我擦，我操阴，我操啊！哇，我的穷奇伤害那么高，剩麒麟只一秒了，我这伤害好高啊！还只打你后面三个，还这样的话？对，他我前面三个就不受力的。就是我这个穷奇，我擦，还是厉害的。这博哥的这猴子还是强，还不错，各位。复活呀，穷奇！当中晕了我两个人，我没有晕到他，但是问题不大。那他是什么东西复活了？好像没复活。好，然后穷奇偷一个，啊，穷奇我死了，对，才发现。对啊，然后这又禁锢了他的大圣啊，真惨。这个地藏好能耐啊！乱杀你，还是得需要穷奇，穷奇来收割。对，穷奇收割加这个禁疗很强。好，他穷奇，我和我们一起复活呗。我们先，我咋是被他抓？没关系，我的这个竟然比他的穷奇厉害啊！哇，舒服。
他的雄激素比我快一点点，因为他先复活的。我们百分比和比雄激高。好，这是第七回合，他就要没了。好，雄激抓他，哎，别死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把我们铁力赢的。哇，高级复活，高级复活，高级神用好像都差不多，都很强，很变态。好，经典。一棍啊！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应龙升级了吗？应龙升了一星那么强吗？然后这儿直接一剑挑战。一剑挑战？留你可以再买四处呀。你可以留点，留几次，后面假如可以买呀。十二点的时候抢第一那有什么？你买呀就行了呀，这还有十次可以买，你着啥急呢？是小龙这不会，你要想你要把最低攒的给到直播间的各位对吧？留两次就行。然后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匹配一下吗？匹配。这里其实可以遇到伯格的，这儿又是盖盖。好，赢了！哇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排行，伯格第一。我们没刷新，我们还是啊、嗯，对，我们其实和他是一样的，圣王四，但是他的话是昨天就到了呀，对吧？今天他应该还没玩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能打了。他昨天晚上刷新就打了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我们王族改变世界是第一了。你可以看。哇，我们比他们厉害了。比别人多一千点，就是一千点很强了，因为我们是逐渐追上去的。在博远，人家全是零冲。鏖战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博远的。博远他们家的哦。是这样子，上面那也是零冲，那我们家还是厉害，还是可以的。这儿累冲达到八千，这个这有八千，四天我们是可以达到的，对吧？累冲一万，我操，这个应该会搞到这个。我们上次四星一套，还有四天要冲五千四，是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，那你准备支援多少？我支援一块钱，至少来个五百吧。我冲五千，你不来个五百？来吧来吧，龙哥啊，这一块都不错了嘛，五千四，至少把那个四百补上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可以，行啊，可以可以，好好的，龙哥是可以的。最后一天，好，记得他有个四百啊，我们记好了。好的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今天好像就到这儿，今天战力都没怎么加。